烤焦了都，焦点没事，这边。这是你最失败的一次吧？啊？怎么烤？火太大了，控制不住了。小小过来，吃一个这个，咬得动吗？这个肉？我这样咬不动。咬不动啊？那再使劲咬咬吧。给哥哥一点面子。天上的月亮要快出来了，所以要早点回家睡觉。是吧？你今天开心吗？嗯。开心啊。琛琛。好了。啊，妈妈来了。啊，妈妈来了，接她走了。辛苦各位老师了，那我先带琛琛走了，跟哥哥拜拜。他说他今天很开心。哥哥拜拜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，辛苦各位，辛苦了，拜拜，赶紧带他去吃饭跟菜哦。好的，谢谢。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头也不回的走。头也不回，哭了一天还问人高不高兴，你说你怎么想的？他说他挺高兴的。突然高兴就能走了呀。我来吧。天哪，弄点酱油，弄点老酒，倒点酒才好，这快烧焦了都。不准吃，给我搞一根。我来首次加油失败快乐。